开始运动，第一个动作比较简单。我们从简单的，有简单的开始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如果大家要跟我们一起运动的话，记得找这种四只脚的椅子，就是稳定度比较高的，不会动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一样我们在椅子上运动的要领就是，第一个椅子最好是坐二分之一，对，二分之一就是比较有修直前面坐。有，我发现了，有，就坐二分之一，然后现在把我们的背挺直，对，背挺直，其实这样子你就已经在用你核心的力量了。对啊，对，好，第一个动作很简单，好简单哦。对，没有了，我们要开始运动，我们把手打开来，然后抱住自己，抱住自己，然后把手打开来，握住后面的椅背，然后同时把我们的背伸展出去。哇 ，sexy 哦，所以应该会很舒服哦，就是把你的胸部挺出去，拉开，对，拉开来，很好，继续哦。好，打开来，再打开，感觉要抽筋，抱住自己，你要呼吸哦，怎么吐？我们在憋气，在顶着去，怎么吐？怎么弄吸啊？抱住自己，然后打开来，对，握住后面。对，然后再打开来抱住自己。其实这个动作你自然呼吸就好。这个动作我们要做20下。哦。那第一组呢，我们双脚打开一点，就是微微的外八，然后要比你的肩膀宽。对，然后我们把手这样往右上方，对，并拢，然后这样子挥下来，挥到你，然后同时左脚。哎呦呀！这个不行，这也不行。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。再一次拉。然后这个动作下来的时候吐气，下来的时候吐气，怎么吐那么大声？好抖哦，很抖。然后再一次，拉长，好辣哦，好辣。对，延展你的侧腰，然后下来的时候吐气。会不会以为子怡运动神经很好？对呀，这个也会用到我们的大腿耶。小猫咪腿有开吗？酸了。吐气，挥下来。这个大腿内侧很有感呢，好抖，好抖，很好。再一次拉，好，吐气。哦天哪！挥下来。其实佩蒂的姿势很漂亮，佩蒂对，其实佩蒂做的蛮好的。好，再一次，他嘴巴念归念，他一动作都好标准，好，地板也很标准，而且他的稳定度，佩蒂的稳定度也蛮好的。我们换边，一边10下，好，一边10下，好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所以他变成是在左边这边，对，然后往右边下方走，推下来，换边喽，两只女蛙加油，再一次，真的。左边怎么两个跟人家不一样？下来，因为青蛙都中间圆圆的。再一次，延伸，好，吐气下，就是立体很标准，对，谢谢。标准，我们的侧腰跟我们的臀部、腹部，再一次下，好，最后两次，来拉起来，吐气下。很好，哎，红糖也还不错啊。好，再一次拉起来，好酸哦。吐气，下下，加油！一凡很好哎，一凡的后背这边好耶。达人传授美丽秘技都在女人我最大 App， 拥有最强神级团队，让你成为时尚焦点。达人指点，美丽多一点，女人我最大 App， 快来下载。